郭可盈同林文龙在2004年结婚，婚后佢哋有一个宝贝女林天若。3月11日，郭可盈上载咗佢同老公庆祝结婚周年嘅靓相。原来今年已经是佢两个结婚19周年啦，佢哋到而家都仲系咁恩爱。不过佢两公婆就未有趁机会享受二人世界，而系带埋阿女同埋妈妈一起庆祝。郭可盈留言写话：最重要嘅两句说话，相知相爱，天长地久。佢哋两个会铭记于心，公开咗同老公多年嚟嘅夫妻恩爱相处之道。其实郭可盈同林文龙嘅婚姻路上并唔系一帆风顺，佢两个结婚5年之后，曾经有传喺内地拍剧嘅林文龙敌唔过引诱，出轨内地演员董维嘉，但系郭可盈都依然选择陪伴老公出嚟开记者招待会，否认有关传闻，仲力证老公被人敲诈勒索，公开表示自己100%相信老公。